观众有没有朋友知道？有没有？哦，后面有哎。好，前面这个先生，萤火跟海尼跟，好厉害哦！谢谢。好，一样小心哦。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主办跟协办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很简单？有，弟弟你要猜吗？你看那个电视墙上面，好像没有。哦，有，很大一个旗。对对对，答对了，谢谢，送给你。嗯，好，这边的朋友还没有回答到，对不对？就是我刚刚唱的那一首歌曲叫什么歌？三个字。好，答对了，谢谢。好，小心哦。好，送了一点点小礼物，希望大家。